我们来打据点战。这个工会，看起来普通哦。欸，我们已经打赢一队是不是？好，看起来应该是普通强吧。哦，这队比较强一点哦。看起来红就是圆形的这一队，红色的这一队应该是比较强的，这个工会比较强。我们先收掉这一组哦，这个剩一队的，我们先收掉这一组。这一组的话，有一只控场嘛，所以好啦，我阿哥啦，不想那么多了，基本上只要收掉按钮就结束了哦。哦，按钮第一下还不是那个，按钮还没有喷三技。按钮一直不喷三技耶，嘿，那赢啦，哇，这赢定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自动就好了，因为已经稳赢了，对。我没有想到会那么顺，就是我没有想到那只按钮是智障，对，它真的是那只按钮真的是智障哦，因为那只按钮连三 G 都没有放大，有注意到吗？至少应该要放三 G 吧。这样吧，嘿，好，我们先收水龙，水龙比较烦一点，嘿，还没有，是啊，大家应该已经看得出来，我这组已经是稳，已经赢了，只是什么时候赢的问题而已。啊？负面蛮多的哦，普攻就好，因为现在上盾有点亏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，我们上个破防，然后拉起来再轰一发出去，拜拜，好啦，打赢这队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红队的后面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哦。红队的后面好打欸，那我们等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这边呢，这三队，哦，最难打的被解决掉了。好，我先摆一下队伍。好，再来这一队，哪一队啊？这一队，我可不可以直接收掉？看一下哦，这队好打吧？这队。这一队我用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下其他的。这个正在被打，然后这一队火属性给风坦就可以了。给风坦的话，那我们就用那个在哪里？风熊这样子，那他会打风熊，然后再带水的捕食。这个好了，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被上负面，然后再带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三 G 回多少？回10%哦，不知道够不够，试试看吧。我是觉得可以啦，我还先动是不是？用力一点。撞得有气无力的，先上个盾吧，然后保护一下哦。我们保护哪一只？这样子好了。好，三 G。嘿，哦，全晕。
这么赚，很会哦。OK。用力一点，打用力一点。哦，不是，但是不是暴走成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样暴走就夸张了。他可以解状态，所以我解一下。然后用力，可以。哦，对面暴走三次起跳是怎样？好凶哦！可以直接收掉吧？收不掉，这么硬。对面好坦哦，看来要打一段时间。过分哦！先收谁？我们先收这只，这只有点过头了，我觉得。来，直接收掉，OK。然后，不是，对面暴走真的有点，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哦？这一场对面暴走真的是很过分。我都没有感觉到那么明显的差距，这对面那个暴走，我很明显的感受到非常的不友善啊！哇，这个撞得痛吗？擦一下，擦一下，擦一下就一下，好，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，我们这样打得有够久哦。对面符文撑得好坦哦。其实对面撑这么坦的话，我不用打这么保守。可是因为在开场前，你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符文。好啦，结束了。再来，还有一对是不是？这一对的话，来我看一下哦。这一对的话，我带个水派，挡风猴的，挡水猴的二技，然后火属性嘛，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再带一只水打手，而且是不怕被打的，所以肯定是以水瓦为首选这样子，然后再带一只补血的最好不要是风属性，火属性或者是火属性的补血有吗？他还是搭一起水这样子，这样好了吧？我这样子，我保险一点，我直接用最强的水瓦跟他们打。有没有？马上起来！这个，那个。我的，结束了。我的那个水派的三技已经转好了。有没有？很强的。然后他另外两只血有点少，小痛，可不可以打出破防？可以。再补一下，又，好爽哦！哎呦，好啦，打出复活。哇塞！我现在在怀疑我的那个属性有没有被克制哦。这场我暴走的很那个，又晕到对不对？没晕到，但是我这场水派吃药，抱歉。好啦，又赢一场了，拿下来了。然后其他据点，这个据点可以直接拿下来吗？看一下哦，不一定。没事啊，我们等一下再来打哦。
对，我们先等一下时间。好，我们又回打工会战了、哦。来，我们迅速搜一下、哦，这第一队，这队好打，这队用原山这个就可以了。对面速度应该还可以吧？我的火系应该可以跑得赢他。OK， 火系跑赢了。那如果火系跑赢了，我就直接带走啦。反击一个吧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我就说会反击。好了，我又可以再动一轮了。哇哇，结束了。哎呀，我本来没有想要这么快的、啊，有没有？这一队英霸结束。刚刚其实就算没有反击也还好。好，然后再来，这一队先吧。这样子，我们用万用队哦。那这一队这次要注意，要先退条的是那个。等一下，这打得有点好，这让我犹豫了一下。我还是不要谈，我们先退水龙，因为水龙是最有可能扣。我对面唯一会让我们翻的只有水龙而已，因为水龙连续的控场，就是水龙的是只有水龙的控场会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威胁哦。其他角色没有到这么大的威胁。其他角色是有威胁，但不会到毁天灭地那种。哦呦，有没有？没关系，不要怕哦。这样吧，因为我的光奥二技已经好了，三技已经好了。好，又可以动了。哇，没事没事，来收掉水龙，如果可以抱走就更好，没有也没关系。好，赢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水熊猫现在是可以用三技的吗？哦，好吧，我记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结束。平常我一定会先看火凤，刚才那个状况，唯一有可能会让我翻的就是水龙，火凤反而还好，因为我的那个风蝶是坦得住的。这对火属性吧，我现在很认真的思考一个问题，他或者是。我觉得他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我们用这只来控场，应该控得住哦。好久没玩完暗格了、哦，那时候练好之后，前面玩了几场，后面就一直没有玩了。来，先晕个，我们先来个二技吧。消多少血算多少，没关系。好，然后如果能先收掉它，就最好的，可以吗？收掉了。然后晕个，没晕到，没关系。再一次，有，再来。哦，好晕好晕！结束咯，意料之外的顺利。结束。啊，没有，那只血量有点高。结束。再来再来，这个，让他控不住。我的那个，
我的那个死啊，用这个好了。如果我的水派不是死啊，用掉了。如果我水派还在的话，我会用水派，就可以抵制他的风神密友。不过已经用完了，就算了，这样子。哦，我们先收风神密，因为风神密会拉条、会退条，又会晕，他是比较烦的角色。Stabu，这时候要先普攻。为什么？对，能发现我的那个我的风马先动了。刚才如果我风马跳下去，有可能，我说有可能而已啊，就是人形态的时候对面动起来，然后我直接被重打一波，有可能直接喷哦，直接带走就好，这样子普攻就带走了，再轮到。退个，好，哎，他是硬爆吗？不是，那就没事了。那赢了，好了，你不能动了。其实有时候在选角的时候啊，你可能会觉得你的主要攻击手属性是劣势的。不过你要看的是，但是要想的是对面的对你的那个打手可以造成的伤害到底有多大，而决定你到底要用谁。像这一队，我现在就尴尬了。我思考一下哦。哎，那么他加，这时候需要一只补血，然后我的万用盾已经用的差不多了。我需要带一只补血的风弹好了，他配他，再一只免疫或补血，免疫或补血哦，不让你复活好不好？你就大家觉得我这样拼是拼得过吗？我们拼拼看，我承认，我必须说。翻了，有很大机会翻，这对我有点乱玩。没事，二技先晕个。哎，破防。这样子，然后退个条，然后。砍个，撑得住吗？直接送哦，舒服。我们直接送人鱼走，蛮行。那就不客气啦。我的风龙骑改过符文之后，稍微有点，好像有点重用。哇哇哇！怎么办呢？你要怎么办？我已经，这已经是胜局啦。下一队，我们又收完一个了。这样我是不是还有两队可以用啊？我还有两队可以用，是不是？我看看哦，这队。这队应该这两只速度很快哦，我们要带水属性的水瓦，然后再来一个水吧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样如果被打到残血的时候，我可以跳起来，然后再带一个风毯吗？如果这队要带风毯的话，风属性要这风那个风毯真的要超级弹哦，有握这种东西吗？我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我没有的话，就不要勉强。我们换一下，这样子好了。我用这样子，撑高回血，因为对面的角色都是就是皮薄的哦。他虽然控场很强，可是
对面虽然控场很强，可是他的续战力不够。那在续战力不够的状况下，其实我就可以慢慢玩他了。没点到，再补个血，有没有？续战力不，对面续战力不强的状况下，我带双大补，坦住伤害就结束，好了，结束了。被控到死，就有些角色有可能被控到死，这是一开始就知道的事情了。所以，除非我运气真的很差，不然这样子打其实是很稳的哦。更稳的话，应该是那个啊，把那个水德鲁伊或者是水奥换成那个水派。不过我用一样水派，我用掉了。好啦，我们自动一下，这个克数可能要打比较久。然后对面的那个风神明也蛮硬的，不是风神明，风极地也蛮硬的。我们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哦。但对面风极地也不能补血嘛，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哦。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，只是他跑得有点快而已，就是他动2回合，我可能只能动1回合这种状况。哇，全都未命中欸，好惨哦！啊，有，中了一下。好了，再一下结束，啊，结束，好了，最后一对，最后一对，我还有水属性可以玩吗？没有喽。啊，我们看一下我还有什么队伍哦。我还有队伍是用喷一，要么用喷的，用喷的可以打的话是这队，但是不是用火龙喷，是用我们的。我绝对没用掉它。我们的水极地，只要喷掉火龙骑就赢了。哼，来，火龙骑35%哦，还先打掉一点，那赢啦。那火龙骑哦，火龙骑没带走，哇，亏，很亏，很亏。哦，还好带走了。好了，死了，蛮喜。1打1，应该不会输啦。大家先把你的加工消掉哦，以免你等下敲我一下，那个很痛的。哎呦，不要再来喽，换我喽。这个会冰冻，没冰到没关系。不要暴走，好，我应该跑得赢他吧？可以，一直没有破防到，啊，结束，好啦，一样，今天又是一场完美的十胜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据点战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大家，拜拜！我要去吃早餐了。